乌合之众。问心抱岩线，不知死活的猴子。我们快到宝藏地点了。嗯，那里有战斗，被人捷足先登了吗？哼，可恶，敢抢我们的宝藏，老子绝不放过他们。带老子把宝藏点抢回来！不要冲动！糟糕，那是一股很强的气息。魔猿死光了，怎么还有杀气？在后面。这里是老板的地盘，给我滚出去！嗯，不是猴子。喂，你做什么？啊！莫名其妙，滚开！什么？有点疼啊！硬茬子呀！你是谁？为何无缘无故偷袭我？这家伙真厉害呀！又不能找老板加钱了。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回答我问题，不回答就去死吧。这气势接近灵体境了。大意了。这下死得干净了吧？叫你不要这么冲动。老板，你来得真及时啊！下次再擅自行动，我每天扣你20金石。不要这样嘛，下次不敢了。下不为例。你又是谁？竟能挡住我的一击。那红筝竟然会为刚认识的陌生人挡下这么凌厉的攻击。那个人是云海宗圣女武青红。传闻云海宗圣女无比接近灵体境，实力非同小可。红筝这下死定了，我可以领赏了。回答我，你是何方神圣？你竟然连他都不认识。嗯，你又是谁？你们竟然能找到我们云海宗禁地，看来真是不简单呢。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龙城洪家天才弟子洪征，曾经力克云海宗多位高手，你若识相便速速退去。喂，你这么着急暴露我的身份吗？喂喂，老板正在被云海宗通缉，能不能悠着点啊？怕什么？以洪征兄弟的实力，还怕什么云海宗？你真的是洪征？没错，在下正是龙城洪征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在下云海宗武青红，现在便要取你首级。你是云海宗的人？莫非你故意将我暴露给云海宗的人？别误会，在下并不知道对方是云海宗的人。洪征，杀了你，我就算为云海宗立了大功。你的人头，就是我身为云海宗长老的敲门砖。天机神功，这灵体境的威能不能硬扛。老板，